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雨，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，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。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。缤纷娱乐现在开始。双十一晚会非常精彩，各路明星大展才华，而周深却因为可爱的舞姿上了热搜，起因竟是因为他不擅长跳舞。不过呢，从中我看到了他更优秀的点，唱跳版极乐净土，舞姿可爱，唱功不俗。其实舞姿可爱这个梗呢，已经在网络上面纷纷传开了，说实话确实挺可爱的。其实呢，是抓耳朵的动作像极了初学跳舞的小朋友，虽然舞姿不够专业，但是他已经很努力了，而且这样的可爱呢，无疑是给网友和粉丝增添了许多开心。但他是一位优秀歌手，我们就不得不盘点一下他的演绎了。周深本次的演唱非常具有感染力，这是一种能够给人带来动力和活力的感染，当人们疲惫的时候听听这首歌就再适合不过了。当然周深并不是第一次唱这首歌，他曾经在歌手二节目就有优异的表现，而这次提升的唱功呢，更是一种舞台表现。歌手的舞台表现非常重要，而这次周深不仅是带来了欢乐，在演唱的过程当中丝毫没有因为唱跳而影响气息的不稳，这已经足够的表明他的专业唱功了。为什么说周深敬业呢？其实对于周深的表现呢，更多的亮点是在于舞蹈。思考一下哦，也许常人对于不擅长的领域选择是绕过的，这次是可以理解的，毕竟呢明星也是要面子的。而周深为了提升这个舞台效果，在唱跳的过程当中却如此的尽力表现，不由得让人心生敬意。毕竟他就算不跳舞也不会有粉丝说什么的，他的努力一直都没有停歇。这些年呢，他提升了不少的唱功和舞台能力，如今为了做一位更加优质的偶像，也开始琢磨起唱跳来了。不管跳得如何吧，这是他的态度，事实上呢也证明了大家对他是充满善意的，也看到了他的努力，看到了他可爱的一面。周深或许不是一个完美的偶像，但是他有毅力，也有精神提升自己，这才是值得学习的地方。时光总是不会辜负努力的人，在未来的某一天，他不仅会更优秀，还能够成就一个全新的自己。未来有伴，有米同行，这是一种良性的进步趋势。最近令人心动的 offer 第二季节目播出，依然是在律所，依然是熟悉的君和。在实习生当中啊，有一位叫做丁辉的实习生，他为了这个机会从上一家公司裸辞了，引起了一些争议。面对丁辉的背水一战，让面试官们也感觉到有些压力了。而丁辉的排名呢也不太理想，排名比较靠后。而在说到自己希望哪位实习生最终拿到 offer 的时候呢，周深却出乎意料的选择了丁辉。周深认为哦，提到裸辞这个词的时候呢，一般情况之下大家都会觉得比较贬义。他亲身说法，拿自己当年在乌克兰读书的事情来举例，当年他去乌克兰读书学医，每天都要快崩溃了，陌生的语言，难学的学科，每天上课他连老师的话都听不懂，医学的词汇根本就很难懂。他每天要想要完成一份作业的话，天天都要猛查词典，逐个翻译，然后再去理解并且记住那些晦涩的词汇。对于他来说，他的崩溃很多人都不理解，认为学医有什么好难的呀，可能听到他说的话还会觉得好笑呢。他那个时候呢，每天就只能睡两个小时，也没有人会去理解他。后来他从学医学的学校离开了，鼓起勇气去了音乐学院，也是经过了很多困难的时期，才有了今天我们所熟识的周深。对于他来说，转去音乐学院呢，也算是他的裸辞。他那个时候每天都是精神快要崩溃了，裸辞对于那时他的而言呢，是一种解救。因此周深认为裸辞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在解救自己。相信很多经历过裸辞的人对于周深这段话会有特别的共鸣吧。裸辞本身就是不是一件非黑即白的事情，没有对与错之分。前段时间微博上面有多少存款才敢裸辞的话题，其实呢是有些时候裸辞不是因为存款够不够，而是因为身体和精神已经超负荷了，自己已经承受不了了。在网友们的评论当中，我们看到了很多人拿自己的经历的事情现身说法，大部分的网友也都赞同周深的这个观点。当自己的身体状况、心理状况已经无法再承受工作带来的压力和痛苦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应该真的要考虑健康的情况，毕竟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。当身体被击垮的时候，还拿什么去卖命呢？每个人情况不同，大家是要根据自身情况慎重考虑到底要不要裸辞。周深的共情能力太强了，自己经历过那样的事情，对于别人的遭遇也是更加感同身受，而且他的情感非常细腻，常常会注意到别人注意不到的地方。当别人都在思考普世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时候，他只会考虑到这个人的心理状况。或许正是因为他的共情能力吧，他的细腻情感，所以他对这个世界的用心观察，我们才看到了他的歌声当中的真诚和治愈，才会觉得他的歌有那么的强大的感染力和温暖人心的力量。周深说他是人间的小天使，一点都不过分吧。不过周深走红之后，问题也随之而来了，频繁出入到各种的综艺节目成了外界吐槽周深的重点。不少人都表示，天籁之声到头来竟然沦为了综艺咖，周深为了捞钱什么活都接呀。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已经讨论过很多次了，客观来讲，周深这两年出席综艺的频率来看呢，喊他一句综艺咖是不过分的，但这未必就是一个贬义词。对于那些没有作品全靠综艺混镜头和曝光的艺人，综艺咖肯定是带着嘲弄和不屑的，但对周
周深这种两不误的人来说，综艺咖可能更加偏向于褒义。几年前薛之谦也是有过类似情况，但是长期现身各大综艺的他作品依然出彩，碾压绝大多数的同辈歌手，达到这种水平任谁也是没法反驳的，综艺咖和好歌手并不冲突。现在周深也是同样的情况啊，从平台的数据反馈来看，周深仅在2020年就推出了近30首的新歌，虽然其中有不少的商业歌曲，但是这个产量恐怕已经不是碾压了，而是横扫整个华语乐坛新生代了。而另一方面呢，混迹于综艺节目的周深依然保持着高水准，每次参加晚会总能够有相关的音乐热搜，甚至之前和萨顶顶合唱的《左手指月》直接是冲到了热搜榜 Top One。说实话，这样的影响力已经有点恐怖了，毕竟周深不是流量明星，他只是一个很普通的歌手，而且有着非常脚踏实地的心态，从不仗着人气高就膨胀，各种表情包更是接地气到极点。另外呢，唱得好才会有人夸，唱不好甚至可能会挨骂，大量的综艺不仅没有拉低周深的实力，反而是让战绩越发辉煌。周深充分证明了什么叫做面面俱到，对于周深而言，或许沦为综艺咖并不那么重要，只要他能够依然保持最佳状态不下滑，同时作品更新速度足够快，上再多综艺也是没有实质性想影响的。所有脱离问题本质的指责都是耍流氓。华语乐坛是个靠实力说话的地方，优秀的人不会因为上节目而分心音乐，一心混综艺的人也不可能同时拿出大量作品，这是个很简单浅显的道理。如果有一天周深真的因为上综艺而水平下滑，变成一个纯靠节目曝光的低级综艺咖，不需要外界批评，粉丝自然会离他而去。但在此之前还请稍安勿躁，被埋藏了那么多年，周深也是该趁着火的时候多上上节目了，不论是为了赚钱还是为了维持曝光度，以他的情况来说都没有问题。周深活该这么红。吃瓜不停，娱乐不断，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请给出您宝贵的赞，并且记得订阅我们，同时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，拜拜。